里就是大剧院了，好漂亮哦。我来这里才发现要演出的剧场竟然这么漂亮，实在是太兴奋了。这里是小剧场，怎么有种威尼斯的感觉，还有钟楼，只是比较厚重。但是这是法国租界区，不是意大利。这里是大剧场，然后这广场让我想到布鲁塞尔，啊，真有意思，太兴奋了，先进去逛逛吧。灯笼哎，钢琴就定位，这样斜一点，还是这样斜吧。与时池探位钢琴，超大的。彩排其实要做很多事情，在调音师调完琴之后，我就要就定位，让剧场人员先调整音响效果，然后。就要调灯，尝试不同的灯光效果，之后才可以好好的练琴。因为今天这台史坦威特别的重，弄得我非常紧张，很想赶快练习。啊，这是我的休息室，哇，好大哦！独奏会了，我觉得好紧张哦。这台钢琴非常的棒，是帝王史坦威9尺2，可是它好重哦，就不是那么好施展。我还在跟他做朋友，还在熟悉他。我边练琴边觉得整个舞台都在摇晃，尤其是最后很大的和弦、很大的动作的时候，摇得非常的厉害，好像在坐船一样。来剧场人员告诉我，下方是水幕，里面有瀑布，是为了戏剧效果而特别制作的舞台，所以我会跟着一起摇。声音，所以我就决定做了这首音乐盒的曲子。做曲子的最后，就让它模仿音乐盒，渐慢渐慢渐慢到完全消失。这首是我
上个礼拜才完成的，所以这是首演，谢谢大家。开心有这么多好激动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冲上来跟我合照，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天津，真想不到会认识这么多可爱的新朋友啊。啊，结束了音乐会了，回到了饭店，今天在金湾大剧院，然后好大哦，然后谈到那台史坦威，是史坦威帝王最大的一台，那台史坦威虽然音色很棒，可是它真的很难弹，就是它好重好重好重的琴，觉得花了我好多时间要慢慢调试自己的手力，然后就变得非常的紧张，觉得很怕会 miss 掉什么音。不过还好，就是当音乐会开始的时候舞台灯一下，然后等我开始弹以后，我就进入了音乐的世界，开始觉得特别的专注。然后之前的我想要做的音乐都挖得更深，做得更多，就是我很喜欢在舞台上弹琴，会比平常给的还要更多。不过因为我觉得在钢琴真的有一点不是那么的适应，所以有一些乐段我没有处理得很好，就是这些部分还要再加油。不过我觉得这趟旅行给我好大的激励，就是我想要更好，我要弹得更精准，然后我要把我的手指磨得更光，所以我给我激励要更努力。也许指力不足的地方啊，不清楚的地方啊，都要再磨得更亮，让我的音乐可以再更上一层楼。我觉得这是这趟旅行给我最大的收获吧。我真的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来到这么棒的剧场，然后磨练自己，也很开心把音乐传给这么多人不认识的新的爱乐朋友们。然后音乐会后认识了好几位真的我很感动的听众，有的人竟然甚至从辽宁省来，真的离天津很远呢。找我签名找我拍照的时候就一直问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还会看到我的演出，然后我的 agent 就在旁边跟他们说不用担心，我们会常常邀请他来天津。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耶，可是也许之后还会有其他的机会，然后我一定要表现得更好。所以经过这场演出对自己有更高的自我期许，我觉得算是这一趟天津之行最大的收获吧。拜拜。